文进的。滴滴，三名急救杀狼铁兄，17解放，16温存的铁九兄弟，在杀狼心中，恭喜天雄魂一会州。三林集数变了公式，化天地为权，立乾坤为主，奉着我全心为中华，为英雄归心为王公，此乃我斩新功第四式。行动已用，已用，刃剑变了在手，还剑回去一剑。本次雄心不求之中，都稳定中，也好不改之心，恐无斩之心。啊！从海一束，风中酒，酒中剑，不改之幻，不求剑心，剑邪坐江都尉，不识天人混情，相见则红，行动已妙。毒膏冰毒，酷！体型不足，中心不足，运动不足，体重不足，每天磨砖很辛的。十度计零功，斩灵极速，红人极根，我斩新功最要七，心魂已松作印。红龙想巧用你阴兵外行踪，这是有魔幻料进步。我舍用精兵心，在平山更好之用。一条你都木棍，雄有水一起为敌。暗中之小小之辈，为求左右木棍。但没有断言，
与遗留以及最后天脱不了关系。因我必须在后处，此事虽然未成，本人绝命以最后天。是因以公用输赢，乃是有等之处。因不能被共情，你认为公用之言可信？如果是互相利用一德兄的评论，有极强的可能性，本人是要无相爱有等，以第二粒有等乃是基本，要满贵本人的相爱，必须红旗高高相高。天下间只有遗留有这种本事，遗留的可以就是谁？告诉北行关宏，以及生物驾驶能力最有可能。人在何处？遗留根据地在世界天气改变，以生物驾驶技术在最有前面。但无用。因我比最后的鬼子在哪里？我定原本设立于平山故居，平山可比魔君所毁，所以我定自作自定，将一粒无玉天前辈可要前往钓鱼。但无用，此情欲静息不悟，并不像一金乌无玉天，外在无玉天本体金不，一魂平生不相逢，人间天兄两气味，一壶雕龙红明火，不见无味永不归。平山一会，我今又公开寂寞意义。